没有来打，因为见公婆啊。啊，阿俊打凯尔，卡琳打加奎。Round one, fight.开场先拉拉距离，先拉开一个保险的距离啊，对，拉一个凯尔想要的距离。哇，铁山靠，铁山靠直路，我要小心哦，越拉越靠角落。哇，糟糕，不太行了，这个位置不好哦，直接推开。哦，铁山靠直接撞进七空，硬要进来哈，来再推开，我就是进去，我就是要进攻。对，优柔表示啊啊，那要是我的话，我就防 V 版啦啊。对啊，又来肯又冠军啦。好，中奖暴 V 来，直接再刷一个，然后呢，再刷一个啊，连双刷啊，两个刷啊。角落压力大。哦，这个什么神秘套路啊，看不太懂，大家可能想要先穿气功吧。好，来推，打了个哈欠啊，好，下中，刚下中手对冲不错啊 ，ES 音速波过来。开始慢慢的调整了自己的节奏，稍微有点打了一点攻势，退坑了，哎，换边呢？哦，打呗！我穿气功啊，过了啊，来了暴 V 吗？哎，结果这个摔，其实很难得看到加奎暴 V 啊。哦，那小的那个撒雷布哈，这不是连续发，就是顿一下哈，让你。有点想要掉对手要穿气功的感觉哦。开场铁山靠啊，有点撞掉一个一叉的哦。哦，糟糕了，然后右边角落，哦，对，哎呀，角都没压到，完了，晕了。啊！哎，这失误啊！这是什么？哦 ，DS 纱布过来摔啊！哈哈哈。稍微有点小失误，不过不影响结果了啊！来1-0，阿俊2-3哦。Round one, fight。那我们继续哦。来，啊，开场铁三靠，直接传播。啊，再一个铁三靠传播啊，下段。啊，各种推啊。哦，前走直接前摔，好，现在凯尔其实加奎的凯尔呢，稍微调整了节奏，从一开始呢一直在往后退，现在开始要适度的找机会转手为攻，啊，暴 V 直接前摔。其实场中解摔哈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在一番。现在是要用气功魔，哎，中断，中断。Round two, fight。好，拿灯了，就有机会了。好，中断。哦，一个前前换边。好，第二局。闪棍。好，中脚，哎，一样，这要推角落了，逆反。好，再摔回去，跳进来再摔回去。好，中脚暴毙，继续压角落，把卡琳关角落。哎呀，前摔。好，退了一下，拉了一点距离，把红莲拳过来。哦，好。哇，脚刀好，脚刀对冲，看得很准啊。嗯。现在凯尔血量大幅领先啊，
来慢慢要是个跳路、哎、非常好跳开了哦，直接卸魔，直接用卸魔石啊！哎呦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不行了，这个不行了。对，你就算 V 反掉了，那个东西还是在，这个真的没办法。哇，目前一比一啊，陆潮哥，对，有渐渐找到了节奏了。嗯，这个也是凯尔的 CL 也算是相对不太能 V 反的 CL。就是 V 版可能也达不到效果的 CA 啊，就是除了凯尔之外，还有在上那个什么乌脸的也是。哦，啊，除非你的 V 版是那个往前滑的啦。对 ，V 版如果是往前滑的话，那其实有机会啦。只要大幅移动的，基本上都对，有那个机会。好。比一，不过现在凯尔又被压角落了，啊，糟糕！好，双方血量非常接近，想穿脱，哎呦，盖了一下，啊呀呀呀呀呀！他这个实在是太大胆了。好，一板，滚一板，引起攻，哎呦，直接下段。好，一比一之后是嘉禾先拿灯。下轻脚，下轻脚，下轻脚，再一个下钻，哦，空摔，哦，这个反应很好，哎，带无尽脚，这个蛮，来个 V 反哦，哦，也是撞进来，好，轻脚点摔，重手重脚刮了他们，晚上推荐的。热风，打打，对啊，一比一哦，快！有做捷运吗？对啊，那太有点距离吧。啊，他幸福面馆礼拜六公休，他是固定公休礼拜六是不是？从来没看过有一间面馆太幸福了，公休礼拜六了。行啊，西歪花，还行啊，还行。是啊。啊，那个嘞，那个不是之前说什么寿司什么的？我不知道，啊，阿俊二比一，我们刚刚在聊晚餐，啊，比赛不好好报，开始聊晚餐了，主播都饿了，啊，我们在想说比赛完之后要带大家去吃什么，今天来高雄比赛哈，外地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啊，我们有美食向导啊，对对对，我们高雄在地人哦，一贯的那个行程哈，就是我们比赛，你看像这一次台北杯三次的预选。哦，你看问洛克胖就知道了，洛克胖三次都有下来，每一次下来我们都是带他去吃好料的，对，晚上都吃好料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厕所哦，没那么快啊，阿胖现在都非常喜欢厕所，他喜欢被关厕所，换边啊，哦，出来了，啊，盖了，盖头，哎，这个下单是，你。哎呀！哦，这有中，跳太早。其实像加鬼，他爆 V 之后，他的那个 one two three 的那些气功也不拿来接连段，他反而就直接先带一个脚刀，脚刀完之后呢，他那些小气功去骚扰你，让你想要去跳啊，或者是干什么，想要让你去做动作。对对，让你去做动作，然后再去。再去做一些相对应的事情，或者做一些折，对。哇，这个摔晕了，陆潮哥晕了。
好，这个是阿俊的赛末点。哦，想穿进攻，不过穿不过去。哦，重手 crush counter 直接在 CA， 直接在 CA， 有，先抢血啊！先抢血。哦，小菜头。刚刚两次都是下段，这一次想抓头，结果加奎多才一对，都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。因为抓头的话，蹲下会没有，抓头要蹲下。对了，哇，逼近直接气功摔死，直接刷死啊！目前2-2，刺激了。Round one。我抓头蹲下也是挡，也是躲得掉了。那其实他就蹲，乖乖蹲下就好了。因为他那个盖下来之后，要么就是下，要么就是那个抓头，要么就是那个下盾。对啊。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只有蹲下而已。好 ，V 反 ，V 反，直接阿俊被压下，再 V 反一次，铁三告出来。哦，摔 dash 摔 ，dash 摔没反应了啊。好，来正面，哦是摔，不管正反面的，哈哈。铁三套，哦 V 反，哦糟糕，铁三套选错了，哎暴 V， 这个是，哦一二三。三，这边就直接带零哦，在等这中断，这个很折了，这个就中下折了，打摔折中下折，就是在等你这一动啊。对，因为我连都剩，分是剩那么一点了，该紧张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好，这个对空很好。好，先放 B 了，哦，退抗油。哇，凹脚刀没有凹到，中脚穿的之后换边，才是摔啊！哇，中断！哇，阿俊直接开启狂暴攻击模式啊！哇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！现在双方各来到赛末点了，双方都赛末点，哇，这场打精彩啊！都在比精彩的啊！加奎很重要哈，这一场如果你赢了到第二名的话，哇，那他的分数会非常的大进步，甚至是有机会挤进16强的决赛哦。下中脚，来不？所以这一场的胜负非常关键啊。对。跳入就不知道进攻。啊，糟糕了，阿俊。中脚没有捞到，哦，跳出来，哦，不要再跳了，哇，糟糕，这个中脚刀刀了之后，没有，哎，吓了一下，恭喜阿俊，阿俊3-2。